凯哲啊，凯哲，这个时候有什么话想对舒瑞还有启帆说的呢？再见。再见，我和你不需要再见，我们每天都会见面。凯哲，准备好接受你年将玉的洗礼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吧，这个时候请你过来。拜拜。欢迎凯哲加入我的大家庭。